我希望他事业一帆风顺，天天开心。小九呢？祝你生日快乐。我们家乡那边的就是海鲜，就比如说像鲜米溜子呀那种东西，他们都没吃过。还有什么鲜卤螃蟹，他们绝对不能。把我最喜欢的东西送给他，因为我们营口很大，所以说我送给他营口大奖。